要向全世界宣布，我无敌战神啦，妹妹！你们都是妹妹吗？对啊，废话了，难道是哥哥吗？都是妹妹，那不然呢？三个吃不消的，你看他都不敢点开始，吃不消的，这算啥呀，老妹儿？是鲨鱼，应该是鲨鱼，好熟啊！好激动啊！我要打个电话给我妈妈，说我上电视了。我本来不玩了，我要去做饭吃了，知道吧？我遇到你们三姐妹，我就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。你们谁最大呀？你问哪里？也不要凭声音判断女孩子多大，一般声音好听的，她不一定就很好看。可乐声音最好听，人更漂亮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可乐很多照片，还有黑丝。黑丝啊，哎，那打完的话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打完的话带你们吃吧，其实打完的话那个加微信我看一下。可以可以，等一下啊，我上号了。